让他们吃吗？凭什么？我先选你们一件。你先。小胖。应该你先选。按照盘面这个情况，那个白菜他说了我不喜欢，这个腊肉也多弄点嘛，不能怎么吃。这个再一想嘛，我肯定选它。大龙虾，这么小，做人不要看表面。这个青菜我来吃，这个肉分给南哥吃。原来暗藏玄机哟！没变过心呢。还有这么多肉，你是啥？够了！拿东西，还得是我来。这个好吃离不开。这个四川特色，没猜错，应该是个发酵吧。这个风行霸道，这才符合我的口味。螃蟹啊，虽然是红的肉，但是不霸道。这个四川特色上过好几次了呢，我就选这个好吃离不开。这叫好吃离不开，哪个好吃的菜里面不放这个了？四川特色，我来挑战一下。豆腐呀，妈妈。